有新生儿的时候，他们都会那个肠绞痛还是怎么样，就是一直哭，然后哭不停。然后有一次也是，我说我真的好累，我去按个摩回来，就是一个多小时而已，你 OK 吗？结果回来之后就觉得，哎，奇怪，今天的哭声怎么有一点就是有点距离感，跟就是不在同一个空间的感觉。结果他怎么样？他就把我小孩放在沙发上，然后用一个纸箱剪了一个洞，把它盖起来。因为他说这怎么办？他就说很吵，他怕吵到邻居。然后因为他抱他，他也不会不哭，他就是这样子，就让他在里面哭。我真的觉得超可怕，好有创意耶！真的吗？就是很奇怪啊！我说那你是抱他按摩，而且他有挖一个洞嘛，所以他也是可以看到说，哎，哦，他有在呼吸，他有在动，还有、OK、他就在旁边看电视，然后我女儿就在那个洞里面，纸箱洞里面哭。